开掉吧，有啊，吓、嗯，我一直拢保持开开咧、哦。你拢嘛保持开开，吓、啊，卡开开啊，无啦，妈呀，开开啊咧、啊。其实咱咧老菩萨也是讲吼，为什么老师呢吼要去惠安佛堂啊替咱老菩萨做假尼啊坐下头会空开啊咧啦？哦，这我下愿呐。啊，为什么要下这个愿呢、啊？同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什么原因呢？哦，这原因要讲开回头堂。啊，讲哦，哦，讲开。要讲开是啊，讲诶诶，话头长啦。哎，讲解固关掉。哎，讲真久真久。但是要哪有一个方法咯？噶，这个真久真久，给缩短。有啥物方法？缩短对这五分钟。五分钟安怎？吼，五分钟内咧吼，咱会当了解到老师诶内心诶世界诶想法啦。我又搁知影你要创啥？啊，要互咱，因为咱最近咱做者诶新朋友咧，拢加入变咧吼，咱这大家庭咧。爱护咱老婆婆的，无论咱的新朋友也好，或者是咱老朋友也好，更加搁较亲近的来熟悉咱张飞老师啦。了解一点，了解一点呀、啊。所以哦，咱电视台呢吼，咱优待呀，来诶记者呢来遮采访了咱的张飞老师哦，替咱做些专题报道。又过来啊？嗯，爱护咱老婆婆看一下。好好好，来，看一下。
一开始要起这个佛堂吼，所目外的人无一个人认为讲这是事实，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家拢知影。啊，落尾手我甲因讲，我互因知影讲，为什么我要起这个佛堂？因为早当时我看病的时阵吼，啊一直检查无迄个原因，落尾手我去伫长庚医院检查了时，看报告时，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已经是末期。只要目睭闭紧，就减一工，迄种痛苦就是足艰苦啊！所以我就甲医生讲：“你甲我开刀。”问讲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勇气？讲我就甲病交代好你，我甲命交代好伊啊！有一天暗时咧困的时阵，他就来我的梦境跟我说：“你要找一块地，啊，盖一个佛堂，好好的进修，就这样子再完成这个佛堂。”林国雄出生于渔村，自小家庭贫困，从小就打杂工贴补家用。做事坚持，明白事理。除了经营生技产业外，同时也是惠安佛堂创办人，热衷公益行善。而这一切都要从民国九十四年谈起。民国九十四年，林国雄当时46岁，因长期喉咙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却无结果。有一天在熟睡当中，刹那间感到疼痛不已，惊醒过来用手轻碰，却发现脖子左下有颗肿瘤。检查的时阵，我阁无认为我介严重，因为迄个时阵我体力阁真好。一直到我伫病院，伊甲我宣布讲我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剩三个伫迄个时阵，我敢那捡雷卡着安尼感觉，我敢那想讲，我即世人是歹性地，我从来毋捌讲过白贼，毋捌害过人。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运命？迄个时阵我咧思考的，我囡仔要安怎？啊！以后因要安怎？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人，我想我有责任，我一定要去活下去。所以我就讲，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治好。我甲医生讲，医生，这个病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给我处理。事实人若咧破病治疗的过程足痛苦，尤其是这恶性肿瘤，只要是朋友入来，还是熟悉人看到，我当时我无法度当去。接受了这种的身体健康跟不健康的落差，啊，我就回头要走，但是要走的时候也没体力，我太太说，叫我就要勇敢面对。所以我就，那个时候那句话我就认为说，啊，这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慢性病而已。所以还看到太太对我这样那么支持，所以我这个力量我就很大，再加上背后有这个新的力量，给我做瓦克，这是不同点。人必自助而后人助，或许是林国雄平时的善心与修行感动到瑶池金母及观音大士来相助，而林国雄也向上苍发愿建庙，发愿行善。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可能我无遮伟大啦，但是尽我的力量，我做会到，我尽量。因为从细汉，阮嘛是真艰苦的家庭，大汉的囡仔，所以是大人无咧身躯边，拢阿嬷咧带。啊！等我今麦有今我饭堂个盘的时阵，我感觉讲，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区、地方，有很多角落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个弱势，属实需要咱做个高人去帮忙。像每年我们都有白米的赠送，啊，搁有的是冬天有暖被啦、夹克啦、大衣啦，哦，还有亲寒家庭的个案。惠安佛堂每年都会举办公益活动。关怀社会弱势族群，林国雄也用佛堂的名字创立了生技公司。从事广播业多年的林国雄将生技公司与电视媒体结合，希望更能照顾老人的健康。我的赚钱不是白得，是我爱把这些老婆生这些老大人的身体也够健康，因为我虽然是阿嬷带大的，所以我真了解这些老大人他们需要他们要爱是什么。虽然我力量不是很大，但如果会当的是我们一直针对怎么样去照顾这些观众跟身体有病痛的 老人家，我们尽量去找一些好的方法让他们把健康找回来。希望说我做的虽然一输，但是后面跟上来的希望会超过我们，这样会变得更好。来，后边还有位哦。
还有哦，这真正咱诶，咱搁有真侪人拢来挂香来进香，嗯，哦，那真的继续走啊，没关系。有了，他已经看到这里，就 OK 了啊 ，OK 了啦，是。哎，所以呢，咱若是讲要来进香的吼，咱下当就先电话联络一下嘛，可以哦。对啦。啊，咱若是讲有的人，因为真侪人拢是安尼啦，因为伊有受到母娘的这灵感迄个感受吼。对。啊，伊要爱愿望有达成，啊，所以伊就会带一挂人来还愿。哎，也是讲哦，咱有真侪宫主吼，伊家己本身马来呢，哦，啊马来啊，伊就带伊一挂宫，即个孪生啊，即个信徒啊，然后来参拜。哎，就咱南投的徐立奇老师，个是其中之一啦。哦，徐立奇老师伊足虔诚的啦，伊足虔诚的。徐姐这查某人个伊的能力真好。啊，真的，赶紧赞叹哦。谢谢老师啊，老师啊，你拢你两个给你采访着，啊，你拢安尼无什么话，你搁看，你也看，咱的物件作秀的呢。啊，搁我除了秀以外哦，咱老婆是拢烦恼老师倒塌哦。倒塌了，啊，搁会走咯。啊，搁有个就是呢，咱老婆是咯，除了看医生、食药以外呢，吼，啊，搁拢会呢拜托老师讲，老师啊，你甲我吼打某女讲一下啦，我身体呢要安怎才会当好好啦。哦。啊，甚至呢，搁有老婆在讲呢，吼，老师啊，啊，我即阵嘛吼，啊，拢无钱啦，好啦，要安怎？麻烦你甲别工作求一下啦。我甲你讲哦。嗯。因为咱一世人走偌济啦，拢做好好啦。哦，啊，你若袂要求吼。你都反正你也是拢永远拢安啦，拢讲话对亚优对白尔啦。啊，咱你像我嘛是顶世人嘛是可能就是先输做了无够，灾苦无报啊，所以我这世人我也改艰苦。嗯。哦啊，了后咱知影讲啊，要安怎来改变咱的这个运动？原来爱报灾苦，爱灾苦爱报啊。哦。啊，人无做啊，无工课无做，靠天会交交到钱落来。不可能的代志。你看咱顶礼拜画一个，大家咱一个报了尔，咱别讲做好欢喜，四千都好哩，哦，大家欢喜加加，今日是大家去敲电话来学咯。好啦，好，我趁着大条啊。咱花了尔嘛是啊，个咱金桔，我要夹苹果我食。好，恁真正台北市。好啦，那有哪有哪？大家恭喜呀！来啦，阿进来报灾款。好，来报灾款时间到啊！来，咱一个月报一拜得。一届报一拜300块的一份啦。啊，一份灾款。啊，张伟是要赚恁的钱啊！恁的300块时间买些灾款。你300块是买这个哈？啊，家己报灾款的。我里啊嘞无用的是义工，买我下关的。我到那看阮这乡亲朋友老菩萨，啊，大家有所谓通开。嗯。啊，遐个囡仔工课咧做钱。诶，工课会顺失，啊，赚钱会大把，会轻松，哦，安尼我就替恁欢喜啊。啊，要咱报灾款呢？啊，咱了灾款金1300，你就电话甲拍互通。即卖个当卡。小姐，留你的住址、电话、姓名了后，就寄单互你啊。你一礼拜收到单了后。来去 seven 全家 OK 莱尔富的当叫。你免签名，免登记，免手续个哟。哎，你好啊。哎。哟。哎，张老师。哎。我拜托你给我报灾款。哦，俺白工作，给你报平啊，你顺利吼。哦，啊！你身体健康，赚大钱啊！来一双试试。来，你好，喂。哎，婆啊！哦，我破灾苦啦。哦，别工作，给你保平啊！哦，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大家赚大钱哦！来，三双试试哦。来，你好。哎，我破灾苦。哦，啊！别工作，给你保平啊！哦，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哦！来，四双来试试。哎，你好。哦，老板，陈经理要包在过，真正，我等要吃你的苹果啊！好啦，我来吃哈。好，安排工作，哥给你保庇啦哦。哦，你哦身体健康，因我们哥谈啊。你真够谈的，真够谈的，你好，我上香。今天开始要个谈的嘞，真够谈的。张飞老师你好哈，你好你好。我是芦竹桃园哈，秀珍小姐。哎，要包在过，规家伙包在过，规家伙啊吼。哦，阿个要护持，迄叫做福慧双修啦。安保人员慈悲，甲恁保庇啊！哦，你全家伙啊，囡仔大细平安健康，长岁寿哈！哦，够恁赚大钱吼！来，二双来试试。来，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诶，包在裤，赶紧包在裤。哦，天哪，爸母心哩哈！你拢无烦恼，你敢烦恼恁囝呢？真正。安排工作，该保平啊！梅花在啊！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哦！来，一算啊！啊，你好，喂。诶，我咧包
保宅库。哦，安伯公做给您保平啊。哦，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哦。来，三山人谢谢啊。来，你好。嗯。哎。我都讲保留好钱的。你讲保留好钱哦。啊，保留啊，绝对给你保平的。哦，啊，好，老婆生你身体健康，长岁寿嘛。哦。啊，来，四山谢谢。来，你好啊。喂。系，我俾报仔课。哦，安排工作给恁保平啊。系，哦，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哦。哎，我算咧，我算谢谢。那要报仔课，那仔课减一分300块，咱报仔课去开300块了。哎，你好。你好，我报仔课。报仔课吼，安排工作给恁保平啊。哦。哦，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哦。哇。来计算，来计算，谢谢哦。张老师讲咧吼，你仔课一个月报一届。他是讲了吼，你若是能有赚啊，啊要阁继续对加入，要阁赚落去嘛是可以的。你着像安张辉在咧做生意，嗯，啊我拢十工补一摆，啊一摆，啊一摆补三分啦。对，你生意人，欸、头路人。啊，你等我一月去补9分啦。对。哦，啊你唔免安，咱老大人啊无咧赚啊，咱一月去负责甲补一分。你像陈金菊，嗯，我昨安尼做日有补落，赚个赚，我今仔个甲赚落，一定个嘛是够有赚落嘞。哎，就是安尼，就是安尼，赚了了。哎，拢你咧得嘞啊，还足好个呀。哦，啊，咱有个人介绍赚，啊，但是钱留袂掉，这那无使你赚啦。闹财呀！哎，闹财哦，哎，买波财。哎，喏，哎，红闹财喏。哎，你好，喂。喂，我报仔课。安排工作，甲你保平啊！哦，是。甲翠英保平，让你身体健康，赚大钱啊！哦，来一双啊，谢谢。你要看甲多安尼有做侪呢，是大人拢帮伊个后生查某囝呢来报一下仔课诶。这天啊，父母心啊，你甲看。嗯。我讲一个公道话啦。安那。母亲节，哦，咱礼拜母亲节，咱囡仔，俺着包一个红包给妈妈。要给恁开眼呢。要给你做所谓。对哦。啊！恁都唔甘，你就赶紧的，搁把囡仔补一个灾苦，开300块。啊！我知影你心肝咧想啥，是讲阮囝赚较济，你就搁定较济啊！有钱生脑。好啦，天啊，父母心啦，总是哦，做事做人的希望，讲这囡仔是说大家赚钱的损失，哎，大伯这都天。天啊，做事大人拢是安尼啦。系啊，啊妈啊，赚辛苦啊，赚无要紧，但是爱赚有通存啊咧。啊，爱正东赚。好，爱正东。哦，啊来自咱的钱啊，来自正东啊。哦。啊妈，爱愿意去赚的哦。系啦系啦，来你嘛。张老师啊，哎呀，你好。我有个单收到啦，啊我吼，阮囝要包在可爱行李，做了无盖好嘛，老师大帮忙者。哦好，啊你有跟恁囝报啊哦。好，安尼我马仔，我甲甲别工作聘啦。好，谢谢。哎，那你的名都弄个上来搞老师家。哎，我也搞。马仔过工了，老师个替咱别工作教钱啦，向咱名单呢吼，一一来向咱别工作来聘啦。对啦，对啦。啊，聘完了后呢，佮咱开这个发财酒。哦，这爱咯。哎，发财酒吹完了后。这上重要的。对。即刻这上重要的。这咱一般呐，去别人呢，弄发财金爱的拜拜了，就花花掉啊，对吧？这个。吹球这个工课哦，嗯，那无做就对了。有当时阵哦，你咧保安话，你可能家己都唔知。欠一项啊！哦，吓啦！啊，所以呢，吹完了后，你再从财库先解化掉。啊，这个是大家最爱你只保财库，就是安尼啦。那你好吗？喂。喂。喂。嗨。我们叫讲跟老师讲一下。啊，哪样？啊，嘿，讲伊起码那个。来一双个，再来一双个。哎呐，我你安尼，你讲会上班呐？有啦。哎，我刚听啊破病啊。好，来来来来来来一路，来进行咱的节目，来超级。金城武，来看我动作经过嘞。一二三四，发车。嗯。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王八仔。饿了鬼。咻！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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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上手，一、二、三、四、二、三、四，老婆刷起来，二、三、四、倒手，二。三十一二三十卡大二三十上手一二
三，是再一次，一、二、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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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二、三，是，竖起来，拖出去。我讲阿呆啊，阿呆啊，阿呆啊，拢唔捌搞过钱啊，唔捌搞过啊。哎，那母啊，甲做媒人，叫媒人来甲做，啊，做做五行，娶阿花，哎，娶阿花啦，娶阿花呢啊，呀呀，哦，娶对哇，有啦有啦有啦，啊吼，奇怪的是吼，拢无紧啊，啊，无去看医生咧，啊，去检查哦。查甫查某拢总身体拢正常，拢无病，系啊，佫袂死啦。阿母啊，就讲来啊，阿呆啊，你来。那阿母啊，啊你咱兜的孤囝呢？我知啊。啊你无赶紧生一个孙哦，我对恁死去老爸歹交代呢。阿爸老死咯。我来讲啦，用你上定的所在去弄你无放你的所在，安尼母啊，赶紧就无孙啦。好啊，你哦。好啦，哦，真正过冬冬呢，好透早。阿母啊，喂，阿母啊，哇呀！阿母啊，讲啊，你是安怎啦？哦，头壳流血流滴啊！那阿妹那是安怎？阿侬嘛，侬厉害啊！阿哪害的啦？伊讲伊，我阿母啊，太会害你啦！你昨暝讲叫我用上定的所在去弄我某放尿的所在，啊，你给生气啊！我身骨起气了，头壳上定的，你逐工啊也响起来，你不比阮阿呆啊哦，头壳顶老疼，老头疼。趁个拢电波哭，啊！你啊放尿所在里底？你莫放尿所在，啊！不是马桶，我就去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呆呀，真叫呆呀！哎，呆呀！哦，来用你电的所在去弄个嘘嘘的所在，放尿所在咩？哎呀，嘘嘘嘘！哦，来讲真正哦。老师，你嘘嘘，恁老婆在装袂爽诶。我讲你听。好。卡扎阮兄弟啊，哦，拢喊阮阿妈困啊。阮小弟较细汉，啊，咱咧困中铺诶嘛。啊，一进就卡，一个眠床卡拢一卡就倒啊。啊，半暝啊，阮阿妈惊阮小弟偷床入啊。啊，拢会甲抱起来，甲洗尿。好。弄个裤洗啊。安尼啊，吼，会啦。啊，阮小弟还袂放，我都放了。我倒伫遐困哦。我小弟还袂放，我就算了。该放的唔放啦，不该放的你还咧放啊？哎，你还虚，你还虚。老师，你阿妈若无虚，你嘛放未？来来来，咱那个关心老婆婿的代志，这较要紧啦吼。啊，讲笑的，大家笑笑就好啊。啊，有的人哦，真正有哪笑不出来。安怎讲？啊！那头壳晕，头壳戆啊！有诶，听甲头壳一日两日断，叫咩劈破无吼？一个会丢诶！哎呀，即吼，即有诶，听甲胃也倒空落，足艰苦。其实恁呐有咧看我节目吼，咱介侪老朋友拢知影讲，啊，你头壳病，怎我都一个方法落，你都好伊啊！赶紧慢起来！啊，即毋是按怎我咧分家规诶啦？有哦，迄你广播电台准做我有分家规，会当分二十外单哦。冇可能啊！即人足无简单诶、啊！即表示讲信用可靠诶、欸。啊，当然咯，拢无你无一个臭尿盘，较有可能啦、啊。二十三单。哦，你无一个臭尿盘，你分家规分有落到落来呢、啊？有实力诶！我来讲老和尚，即阵哪位头壳会晕呢？规工拢安晕晕，安细心细心安晕晕，啊，无边边疼啦，头壳中心疼啦，疼到对后倒哭来咯。哦，那安尼哦，啊，用咩劈破啊？无，你听到用咩弄劈啫？你今仔看到我节目讲，你真正出运啊！啊，你今仔哪个这机会哪个失过哦？老婆仔，你这个头壳讲话多该做伊啊，最好啊！哎呦，你头壳讲话脑性气咧！你个头壳病绝对袂好，你个头壳病来好袂？你啊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甲正个咧看我节目，搁听我讲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老婆仔，你免烦恼，有咱张会弟咧哦。迄头壳病，我赶紧拢甲念开，我唔是要甲你头念开哦，我是赶紧念起来。头原在。哎，所以你今仔出运啦，啊，你每个念干嘛有罪？唔免啦。啊，免去食止疼。嘛免。哦，对不对？啊，当然恁老恁的方法，用恁的方法啦。哦。哦，啊那无哦，我讲，俺怎个也无得等，也无得了啊。但是这个黑官，红庙之兵啦，啊，要过咱这有缘的老婆婿乡亲朋友，所以我讲到遐，我做到遐了，对。来，超级功夫。
定要活两个。我阿边屁股拢在咧平，来平衡手开，手甲丹田紧开，嘴合合，爱提肝加增入来。好，我两公鸡，正平一连，正平一连，倒平一连，倒平一连，头前一个，后边一个加好用。我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开过来，那无要紧啊。好，我两公鸡呗，是是。火龙功，一起！火龙功，三，一起！哦吼，命哎！可以教我讲愈来愈命哎，愈来愈命哦。啊，不过今麦要来超级笑话。今麦在讲笑话啊。讲较正经、较正面能量哎。我来讲个听。安那。我阿花啦，阿花，哎呀，阿呆啊，两个咧交往啊，哎母啊吼，阿花因母啊，拢甲阿花讲，查甫囡仔要学较巧的，啊，唔通叫查甫骗。迄查甫吼，若要甲你揣房间，要甲你求尿吼，要甲你熟络吼，你千万都唔通，因为你永远拢会吃亏。哎哟，阿花讲母啊，安尼你唔捌，你唔吃亏的查甫人。昨暝吼，阿达就招我去伊个房间，伊就要搞我熟络啊！啊，你个吃亏去呀！啊，没啦！哎，没，无人要买了呗！真正买呢？吼，阿达啊吼，真正伊吼，妈吼，冲到老血老滴，因爸家路搞好伊拢老疼。新娘新娘都唔知唔知。正经的找你那人吗？真是，我正经话讲一个正经。啊，大家有时诶，原住民啊，哎，拢住伫迄个山顶啊。啊，有一天啊，伊去爬啦哦。爬啦。哎哎，结果呢，吼去爬伫迄个山墙啊。哦，山墙啊。山墙。嘿啦。墙。哎。即卖哦，哎，警察大人就讲啊，吼。是。阿呆呀。哦。你为什么要打山枪啊？哦，警察大人啊，你误会了啊，我没打三枪啊，不然呢？我只有打一枪啊。你不要误会我。哪一公怕三枪的是公？三枪是一只枪啊。三枪啊，三枪啊，叫三枪，不是怕一枪、两枪、三枪。我打一枪而已。啊，你打什么枪？我打手枪。新疆情官家业绩上点袂关系。将咱过去放落海，我知呀，你所在，祝你幸福好将来，心爱你，甘在阮心内，夜夜的目屎像雨来，只是为了我。今晚看你好人爱，我对你真心的了解，你对我真
情半夜在，哪知雨天细心去风台，你我吃着分东西。希望你会记着好阿公婿，将咱过去放落大海。我知影阮的所在，祝你幸福好将来。心爱的担在我心内，夜夜的目屎像雨来，只是为了看见来所在，接着心甘情愿看你好。将咱过去放落大海，我知影阮的所在，祝你幸福好将来。心爱你甘在我心内，夜夜的目屎像雨来，只是为了看见心甘情愿看你好难挨。咱这个头壳病吼，食老来介济人有啊。头壳病，咱啊医生看会好，咱尽量看医生哦，莫家己乌白病。哦，啊，你若是讲啊，着医生看袂好，袂当紧啊。哦，啊，无起码很多，只啊，阁有一个装卡囡啊，会当挂喺头壳病病根拢甲连起来。足侪人咧头壳病啊，医生无看，拢家己计较，那毋是去药房包止疼，啊，无着是去灌一罐啊感冒水，啉啉水水咧。也袂使，也袂使啦。迄西药剂呢？嗯，我一个朋友诶，我一个警察的朋友吼，迄莫偌水呢？吼、哦，迄真正实在吼，安尼新冠有够腰酸咧，破脚掌倒动的啦，哎，皮肤白泡泡样，哦，伊就卖讲话啦，我足水啊，嘴开哦，我白话，迄含人查介济，啊，就是有一摆我伫里啊咧泡茶，领导咧泡茶，啊，含左人里啊三卡里啊咧泡加点麻雀，啊，我看伊咧。你拍麻雀啊？咱哪咧啉感冒药水？我咧问阮朋友讲，啊，恁某是感冒，拢较有。啊，我看你啉咩感冒药水？伊讲一缸拢一罐啊，但是啉到两罐的啦。你啉较济着？哎啦，我咧讲迄袂使呢。好。哎，啉咩两缸的西药剂呢？也不过量啊。好，因某就听到我讲一句尔，别，你这网络啊，讲我网络啊，啊，恁母咧较好啊，真正。好心好累积咩，真正有影。人家是感冒才会当，你自家才会骨死死啊。是好意啊，你甲讲我来对我讲，你万可能讲我网络话，我无遐衰。我讲你听，你若无要听话，连讲个西游记，你连讲个会啥会后悔呢？也惨都有诶。结果无偌久，就真正西游记啊。啊，伊读较病，较有好。较有好，无好啊。有啦，伊真好啊，因为伊即摆用我方法，伊读较病好啊。甘愿啦。啊，伊就讲。啊！我未说有志进前，你无用你读个病好，那这个用你方法来搞我读个病治好。你等到我说有志，才搞我治好。我早拢是我咧讲，你就讲我戆了啊，对无？无啊！你死好，我讲你死好啊！无缘分。因为闲啊，无含我拢解好，我咧讲个拢足直接个啊。嗯。哦，你哦，说有志，你死好啦！你早拢是我咧讲，你就唔听，你讲我戆了啊！哦，讲真正是啊，有无？难闻天气嘛，那个。你看咱住伫个邦桥个邓太太，迄头壳病带四十几担啊！四十几担个头壳病，买到五十担，带四十几担，买到五十担。伊讲啊，自我生囡仔做月来了后，生囝了后，我就带头风啊啦。啊，头风哦，就开始啊，医生看中医西医一睏，
啊，不就去予人掠零，去创什么，去捡买卖，拢无好就是无好啦。田太太伊讲啊，讲伊嘛放弃啊，伊想讲好啦，都无好啊，都反正一家，我当死啊吼，那七十五，我也无爱去插伊啊。啊，介拄正大，你全电视都全着我的节目。啊，迄天啊，都像今仔安尼，我伫讲着头壳病，伊拢啊注意给我听。哦，有头壳病嘛？系啦，啊，伊就头壳病的问题，我着注意给我听听看，这个人敢真正有道理无？真正有办法安尼啦。哎，听听你了，哎，敢那亲像诶，有那两部起来呢吼？啊，就那电话卡来，讲要用我的观念方法安尼。伊讲问讲当时会好，我讲我讲好。哎，你若你破病，你甲医生我当时会好，医生嘛唔啱，甲你讲当时会好。伊干来甲讲，你若食药，你就会加较好；无食药，你就袂好。但是我有那有甲电太太讲，你一天一天会愈来愈爽快，你头壳个一天一天愈来愈好。嘿，现食现好，你敢敢食？唔敢啊！我话唔敢，搁你。哎，就只讲只听 A 啦。所以伊咧用我的观念方法，伊为头到尾都要半个月完全。人一天一天一直轻松啊！伊讲安尼超了半个月啦，伊四十外天个头壳病拢好啊。半个月了。哎，但是我有甲讲，安那，你真袂使停起来，你爱继续三至四月日，迄一个抗战，你一定爱挂紧甲放开。会好啦。迄口臭啊，你若胃顶狂挂开，人工也是搁剥开啊。对。你得挂紧甲放开，就像安尼，安尼做完咱头壳病，咱爱挂紧甲放开，安尼咱头壳就会清爽啊。你暗时阁会好困，哦啊！即摆用我方法，你我人伊即摆好势溜溜安尼。其实头壳病是安尼啦，吼，咱拢大多数拢是肺无够引起的。咱讲真正，因为人气血嘛，你肺无够的时阵，咱的气也上未够，所以头壳就戆，头壳就晕，就乌暗晕啊。你啊，咱无够肺人，你看面色也无好看，啊，头壳会晕，久会白个半死装金条，要啥无半条呢？头壳戆。哎，啊，心脏拍无血，伊心脏会呛呢。会呛哦。有人介侪检查心脏无安怎，咧无够血咧呛，都无够血问题呢。嗯。哦，这无够血变高血压较危险呢。有啥物？那伊就那拍无血，伊就夹开啊。夹起来会无命咧。什么也无命。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呼吸不到空气，这种感觉哦。啊，咱讲真正哦，无够血人哦，大多数你甲看伊的症状就知影。安怎看？伊的指甲就像安尼，咱少年人的指甲绝对袂安那。对。哦，咱的少年人的指甲就安尼足水嘛。表示无健康。哎，这就是无健康，就是咱无够血啦。嗯。啊，血送袂到遮嘛，啊，所以伊这个所在就像咧，安太高安尼，这肯定叫人家人上敢食啦。唔敢啦。哦，啊，有诶老大人有那指甲有那袂安，唔过伊会落头毛。落头毛。哦，有诶人会落头毛，伊的血浸袂到头壳顶，所以落头毛。这为何愈严重诶？迄种血问题，血无够问题。过来哦，无教会人介够忝，这个都可以啊。哎，有的老人都打困醒呢，伊咧开干嘛讲到困呢？你看少年人过暝起，你安尼算讲过暝起，人精神嘛百倍，因为伊都无欠血啊。咱老人拢一定会欠。哦，为什么？因为咱这组机械吼，无多通个制造有够的血糖哦，咱用啊。所以咱的退化啊，哦，欠血。哎，那所以你的慢性病，然后咧食药啊控制，你有感觉你药啊愈食愈重无？药也食袂惊，控制啊！你食袂惊，因为无够血嘛。你我这个方法落去，你药啊，你食以后就食会惊。哦，啊，人就免神，免忝嘛。啊，你记忆哦开始好开。哦，你的记忆哦，无诶，有诶老人记忆怎歹呢？诶，你客厅咧看电视，讲啊，无来冰箱摕一个物件来食。伊去到灶骹行行，佮惊我来讲遐，我头拄记也是要创啥？伊可能袂记一年，像咧惊咖啡安尼。哦，啊，你若血有够，咱的神经就袂错乱。有诶人哦。拢会有幻觉，拢从我敢那看到乌影，敢那看到鬼哦，啊，创梦拢梦去往生的亲人。哦，这不是看到的哟，这是较欠血。欠血引起啦，佮有大小便兼失禁的。哦，所以有足侪老人，伊都伫梦床顶必须爱下药煮啊。对啊，所以欠血人足侪啊。譬如讲的，药剂歹，一定欠。欠血嘛，哦，西药剂中心，那我有行到的，迄个所在我离遐真正一支啊。佮会倒小本。哎哦，西药剂遐人哦，那用我这个观念方法哦，伊药剂细细人，我那天灵外好，袂像咧较早拢死严严的。对。啊，血佫有够。哦，啊你呐，手术了后的人。你有流过血呀？唔管大刀小刀，这个方法你一定爱哈。啊，无你补袂当哎。对，啊，佮来食素的。食伊食吧，爱菜干啦。啊、多多你敢若你敢食素呢？你做血拢绝对无够。一定诶。过来糖尿病较大高辈人，伊就散落。而且会解甜。因为你诶代谢歹，啊，你诶吸收都无好啊。过来就是咱若是讲生产了后诶查某人，
你敢做一月，你连月来是补未到的，哦，所以哎，掌握这个观念方法了哩，比你咧咧逐工逐工咧做月来搁较好了，对。尤其是除了年纪老大人，你也看迄老大人安头毛吹秀，八十到几百岁，身体搁用健健，伊绝对无够会来做会到。对。那欠会哦。因為一定要有夠費才做得到，你如果欠費的人做不到，沒辦法這樣啦，真的沒辦法這樣，尤其是女生，女生欠費有關係，我們古早人就跟我們說，三滴費一滴精，所以呢，你就吃了年費來了，你費就沒夠了，你就精水要怎麼做，相對的，沒精水你沒東西，他就穿不起來，穿不起來你就沒辦法笑到了，這都相對的，今天我這個觀念方法給你他家袂讲袂听，以外一减二个，忙哪个减四个，来，无牛猪皮来干保平啊！身体健康，我咧食到175啊！这是人的性命爱有够。不管你抽什么烟，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保护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禁烟场所再扩大，大专院校、幼托场所禁烟外，酒吧、夜店、卫生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为了增加警示效果，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实经审查通过，为全面禁止电子烟，违法行为加重罚则，民众使用也受罚哟。烟害防治法，保护你我健康。来啊，规工啊，安烟戆烟戆，阿妈说妈说，阿暗时真歹困，老婆杀路。你今仔日哦，看到我节目，真正饭暗尾来吼，你真正出运啊！一通电话改变你的运命，来看一下啊！来，非安东的哈，咱这美国进口的哦，美国哦，美国进口的哦，美国哦，美国进口的哦，美国进口的哦，真正来，红酥，红酥哈，这一罐一个月份，一罐一千啊哈。个月份1000块，买两个月份2000块，我送两个月份。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安尼啦，将一半感情卡袂爽啊。咱无亲自过啊啦，无优待啊，咱会互关机啊。无优待啊啦，嗯，照片照镜啊。我送你一领哦，咱的神奇内裤。搁一领神奇内裤。哦，这真正赞的。好，这穿的我穿拢无穿的。这有高的，你有看到？老师，你穿嘛都不是跟你高高标。我爱和咱等下才有一个高啊。你无高。啊！我人介公平啊！来，无有大牙哦，无啦，无有大牙，老师，老和尚家己的，今仔日靠靠，这款都加加了嘞，当公司无有大牙啦，无紧，无要紧，二十位得了，进二十位，再开老师，我咧搞道具啊，老师在开你的牙，好了，开我，开老师的，这款哦，嗯，要上我的这款，我给你加持一下，老师开老师的，再给你加持，帮我收这款。安尼哦，你开2000块了，你无得当个买啦，十个满意啊，太是啊，多红数，这个这无勉强的啦，对，20张呀，信任掌握会到的，一通电话咱有名改变，健康，你电话赶紧拍通，咱更新，电话拍通来空不空空，空一年589的电话啊，什么人要上第一位？北部五组，北部，中部嘛五组，中部，南部那五组，南部，华东平湖五组，安怎20位啦？是20位，等下靠通来加上钱了。啊，我先讲讲你存一罐两罐来叫开。为什么呢？歹势哈，今仔是这罐搁加嘞，后抓就绝对无啊。因为咱目前在已经过呀，个无优待呀。来了。喂。喂。安罗。电话通啊。安罗。喂。喂。嘿。真爽困呢，一爽就一爽就。电话通啊，来喽！一早保安走。赞呢，好，来计算，莫牛干莫比了，就是。老师，今日在上你一罐头尽量来空。来喽！喂，高阳，高阳，来沙山高阳的是车保安山。老师，今上你一罐头尽量来空。来喽！喂，阿龙，就是你拢讲话。
你是一到位，第一双啊走。电话卡通，你爱听电话，等下讲话呀。我电话卡啊，唔讲话啊，是啊，我唔定能慢慢买，无要紧，你慢乱啦。不要卡电话啊。我这几只也是哦。有这种，咱就继续成功啊。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我这几只。我昂说，咱放后。咱早暗一粒豆。食饭饱只。哦，一早暗一粒豆啊。对。你免食济啦。好。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啊！你下个日食了，你会感觉好困。嗯。哦，暗时咧，即真好困。啊，人个规工都袂安静，戆戆戆，袂安马声马声啊。好。下个日呐。有这种你拢唔免点，你点几点啊？完全拢唔免。拢唔免点，阮照点班加早暗时了来，赶紧的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那是那神奇的内裤后面穿的超舒服的哦。今天八百块。上好哩。今天好，今天要多舒适。上好哩啊！来，赶紧拿来听啊！是耶。喂。喂，哎，你好，桂兰姐，桂兰哦，嘿，老师，我叫走，啊，今天来考，上好林，你等起爱钱呢，来考面啊，这全去约会我站呢，哎，那你说那个什么事情哦？那你谁啦？你讲啊嘞？哎呦喂，喂，我叶黄素，叶黄素哦，来三刷叶黄素啊，哎，你好，喂。张辉英啊，张梦丽大姐，一组，那我张梦丽请进那都有，那边老边啊都用啊，来细说，来细说。老师对咱老婆婿足干，要送好咱的所有哦，诶，潮人。这滚类似的哦，一领八百块，足诱惑的，无介济，而且有新那无穿的啦。哦，啊，穿的足舒服，介打伤，足透气诶，爱足打伤诶，你穿。穿着了哦，好，恁翁答应就要给你烫裤，你个负责烫，穿裤就好啦。真正真正，烫哦，互别人烫啊咧。来，啊北部个三个，啊中部个三位，南部个三组，啊个可剩九组尔无啊？剩最后九组，赶紧啊，剩九位人客来，你好。喂，哎，你好。卖保安所。啊来，你抽号哦，一说了就是。赶紧来，你好。喂。哎，胡安东哦，啊，胡安东对，嘿，你个，来，你说，谢谢啊，新朋友欢迎你啊，咱听我详细了，起来我一组两组，有，我搞你遐问东问西啦，好，哎，问个样加问个啦，哎呐，你讲问讲你个规矩，你讲袂规矩，问讲你个规矩会甜未，得一个讲袂甜诶，好看未个，好看是咱信用卡可以十三年啊，我这人咧做代志，安尼就安尼。哦，昨天我不去不陪你对啦。你找啥你啊？来你好啊。阿弟阿弟你好。有个来有个来，来一双一双来叫来一双。哎，真正有。你家己上爱笑上歹势啊！你家己上歹势啊！你问鸡问的嘛？哎呀！你我拢讲你都去也未怪子的讲，哎，你怪子的顶未，但万讲会顶。绝对顶的。阿爸等下要生又开始的。但是哦，咱人安尼唔对。咱的是保安所已经23年啊。我这人做代志绝对有交代。老板。信用肯掏钱的对。老板。个三分钟也无，最后三分钟，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啊！哎，一回那个真正出四万2000块啊！今天来看嘛无啊？今天来看嘛无啊？所以今天你电话靠通个几万？因为哦，咱讲熟悉的，因为作者咱的老婆生哦，你食咱的保安所啊，拢无咧赚啊！嗯，啊，今麦经济也歹哦，哎，囡仔赚钱也介辛苦。我若讲这罐不爱送你些，我讲啊讲未过啦。一罐五分啊！还是啊，今仔日开个这罐，我那赶快交你。上一罐保安送你，我搁今仔内裤先穿内裤。赶紧啦，来你啦。喂，行。你好，我要保安走。站。你这罐啊，这装备丢，你真正是饿了的来，一刷来试试。恭喜你。你出运啊！哎呀，恁尤其哦，恁厝内底啊是有人在做工课，你拼经济哦，你爱互伊食，加少有体力。这工课在做哦。拢未忝，有一组拢未忝。啊，十波人买单。日冲年饼，哦。啊，唔是，佮会当加面班。瘦瘦掉，真系瘦掉诶。啊，只老兄弟啊。嗯。咱查甫人哦，即组哦，迄物件加较侪啦。哦，你佮会当加夜班。啊，物件侪吼，咱较有交代啦。啊，你知无啦？来，你好，喂。张老师。哎，林姐。哎，买一罐，买一组，来一双保证给你保证啊，谢谢啊。来，你好。哎，我安说吼，今天内裤送好你，这穿出去又好我赞你，赶紧穿来试试。老师，你讲啊，人拢唔敢用啊，人拢唔敢用啊。阮姐也是敢，阮阿姐也是敢，伊拢好。阿姐也买穿你上夜内裤，这个裤型拢啊。伊买但你上夜内裤穿起来啊。哦，阮姐也拢买穿我的。啊，无多啊，别人咧烫的啊。好多，阿妞。哎，今麦。
保养手。啊，来一双试试，试试一双。咱食熟人，你保养手嘛爱食。哎呦！咱这保养手熟悉嘞。保养手，咱啊食熟人爱对的哦。你给做有体力。安尼，咱较袂动头筋哦。嘛较有动。哎，啊，咱老大人老这种哦。给真有动，较过个动。我著讲起了恁庄仔头吼，所有的老人，敢那你有咧食吼，遐人走了，你还佫勇健健。因为咱有保红手，还佫剩三个，你阿无啊？给种有关系耶。剩三组尔啊。最后三组。空八空空空一米，五八九八部一组。北部。啊，中部嘛一组。中部。啊，南部嘛一组，啊，你佫剩三组尔。三组完了，佫剩四罐2000块。好酒点样对啦？好，已经看老板。啊，大人啊，我唔单只三组，甚物人啊？关电的关音炮通没？我再记住。最后三组，再决定。最差的话，一组够几家人？不离要拆了，我来等你哦。你早唔是咧倒啊？免坐。星星啊！你唔免坐啊？哟，安尼一组当食五个位呢？哦，无关啦，老师。啊，这无多啦，啊，这我咱老婆生都大家无咧谈啦，我未甲走出。真正无保养手机。我唔免一嘴饭一嘴鱼啊搞的啦，我这人做代志就是安尼啦。直接是给老婆生。替老婆生，大家先上的。替老婆生怕生。按张辉吼，迄个。小可啊，你啊，揭开一个无要紧，等恁大家顾会好，安顾会到就好啊。但是后一我个真正无厉害啊。我要分吹啊，你电力甲泡通啊，空不空空空的人我不救了，你上。老关，来说。那莫再来继续敲电话呀。咱你拿一个，你敲电话哦，起来爱讲话，唔好像一到下卡起来唔讲话，啊人规。全国的人拢伫遐咧咧等你，遐咧做做呢，唔好呢，安尼唔好呢，系啦，你若配合一个啦，做代志唔是安尼，哎，配合一个就有影啦。来，什么歌？非常路，咱台中的阿学姐在陪伴听哦，来，咱台湾阿贤到底来欣赏。
咱咧做代志吼，咱爱有计划，袂使随波逐流啦。啊，咱有一个计划性，啊，为头到尾，啊，有起头，爱有结束，唔好半途离开。有的人讲头前小小，后背后边冷冷啦。安尼嘛袂使。哦，啊，有当时啊头前安尼拼死拼命，啊后边放学无要无紧的，但嘛作济安尼啦。哦，这那较早吼，我阿妈咧下甘蔗的时阵哦，我捌听伊讲过一句话。对，一句。讲有种地无熬药啦。有种地无熬药啊。有种地啦，啊无熬药，啊那动不动四只脚嘛。啊，种地啊，后边两只脚叫熬脚。哦，嘛有一句话就对啦。啊，不过人那是人啊，有那两只手拍在涂骹哦，哦，安尼有那同款有那有种地啦，啊嘛是有那有熬脚啦，哦。那么这但是这种地熬脚会当来讲来讲，只干那有个人是只干用惯手尔呢，啊，伊就脚就无多呢，迄个是吼，那个手在做，啊，脚伊就对袂到呢，哦，啊，有个人心骨都伊都唔对起来。咱介济人咧做代志哦，遐唔咧分出共款呢，遐目睭咧看破哦，啊手对袂到呢，哎，遐花啦紧，恁那对袂到呢。哎，即个有前提无后照，即句话是咧形容讲人做代志的态度啦。啊，第一啦，就是讲啦，有始无终。有个人一开始吼，啊好，哎，要讲遐哪个性的问题啦。凡事一开头好，我那要讲起那真拼死呢，啊，到尾啊，拢放我无要无紧呢。啊，有的人是足有心的啦，啊，有心都无力的，啊，做袂落去。啊，你嘛袂使。足想要做啊，不过都无在那样做。这拢总是咱咧讲叫做有前提，但是无后兆啦。那么第二就是呐，袂晓收尾啦。比如讲啊，囡仔耍那个玩具啦吼，囡仔咪耍的，伊袂晓收啦。阿虎呀，会佚佗物啊，也甲规涂骹啦。啊，是讲咧办活动啦，只干呐会晓讲哦，要庆功尔啦。啊，办办的涂骹四界太过乱了，也袂晓摒扫啦。这拢总会使讲啊，用迄个有前提无后兆来甲形容就对了。哦，啊，第三就讲，干呐怎样做，啊，唔知影效果。介济人哦，这人咯，伊为着要享受啊，啊，甲伊欠的钱摕出来开下来，出国开下来创什么会啊？路卡啦，有诶无命啊吧？啊，唔知影讲明仔载会变安怎呢？所以，譬如讲咧做生意人嘛，呢，干那顾眼前的小利，啊，无想讲未来发展会变成安怎样？哦，有个人都反正我钱啊，不得来就好啊。我也插插后边面安怎？有足侪人安尼啦，迄叫做有前提无后兆啊。人唔是安尼做，哦，有前提无后兆，这是一种真无好诶做代志诶态度。这种做事诶态度，除了影响到你家己诶工作以外，包括连你。会成就以外，都有闹，拢会去影响着别人了，对吗？所以有真侪人哦，就无因为安尼，甲伊这个一寡只会算伊烂摊子，我留互别人了。哦，别人去收啊，互别人去收尾啊。哈，家己惹出来的。对啊，对啊。人是动物，但唔是四只脚里拖脚的白动物。两只脚用。但是两只脚呢？不过如果呢？做一滴哦，有这个精地无熬料，无得到你人工真正变四只脚，你涂骹跪咧哦，啊，你啊天公伯啊，妈祖婆啊，变四只脚。哦，安尼改做两只脚诶。哎，对不对啦？所以人莫安尼，有诶人就是有精地无熬料，做代志就是哦，啊，干那兴行啊，后边放哦，无要无紧，伊安尼未使钱。按怎话咧做代志哦，为头到尾。你甲看咱佛堂吼，胃气甲进呐，唔管透风落雨，还是地动迄个风台，我逐工都到。又叫风台，佮落来去。哦，当风台我一工走过来转。可以哦。哦，但是好难个处理啊。担心嘛。哦，这就是咱的态度，对待这态度。负责任。啊，我人较歹性地啦。哦。这大家拢知影。啊，心肝软啦。心肝软啦，无法度啦。啊，这北部生山，咩？北部生钱，唔是地主爱做嘅咧啦。阿爸冇生山呀？无啦，伊生钱啦。啊，什么？我食到阮爸嘅卵啊！你怎么会啦？真系够味，点歌啦！来来点歌啊！啊，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答对，我什么人？
我听什么歌呢、啊？简单而要又明了啊！电来泡汤啊！我准备烫掉。小烫烫，哎呦呀！中烫烫，把我变阿婆。大烫烫，哎呦，哦，我拉掉。就疼掉啦，疼掉呀，疼掉哦，那疼掉是弄个啊，啊，为讲阿幼儿啊，有搞的幼儿啊，问我兵啊，哎，大弟，哎，新北市黄小姐，南望的红红桥，南望的红红桥办一号哈，谢谢，谢谢罗大弟。来你好，哎，庄春杰哥，我呀，哎，我要拜二号哈，好，谢谢，来你好，有有，站在飘浪之路，飘浪之路啦哈，我给你拜第三号哎呀，进上，哦哦，哎，给进啊，好好来，谢谢谢谢，来你好，哎，你好，哎，爸爸，菊花妈妈，菊花哈。菊花妈妈，我拜，哎、哦，阿嫂，我恭喜菊花妈妈啦，拜个。菊花妈妈。你点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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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好啊！你出门，哪里有喂？喂。我张燕子。燕子哈、哦。哦，出来的爱了哦。哦，我给白细蕊哈，白细蕊哈，白细蕊在不啦？哪里有喂哦？喂，你好。你好。拜个美女，你好。你好。哎，张弟哥。点一条啊，高棉被。高棉被啊，拜个好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那你好。你好。哎，天文。哎，我点上海人。上海人拜哪个啊？好。好，来，哎，那你好。哎。哎。你好。好，我要点一条素兰妈妈用的。什么歌？素兰妈妈。素兰妈妈，有素兰妈妈哦。阿仔，找看卖呀。来，你好，喂。喂，张老师。你好。黄先生，你好。哎，谢谢，谢谢。是的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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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来，你好。喂。林中气胆。哎。心机薄薄天。你可讲一遍好不好？心机薄薄天。心。心机薄薄天啊。什么歌？青鸡盘高顶啦，青鸡盘高顶啦吼，什么歌？对对对，哦，我跟你身身经半孤灯啦，我要白我要白变换下，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喂，哎，来你好喂，张老师，张大哥，哎，在家里有我孤单阿虎，有，要点一条林俊的歌，台语的，林俊的歌哦，啊，我要白高换下。哦，感恩，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你好。哎，我菊花妈妈，我们讲雪山门。雪山门，我给你拜怎么啊？谢谢。拜拜拜拜啊！来，嗯，那个，咱起来直接叫名就好了。有啦。那个爸爸妈妈，那我只无咧叫啦。有啦。你也无，也无一定啊，我给。要让我白坐下，不叫我赶紧叫爸爸妈妈叫出来。是啦，其实老师。啊，但是准人给，准人你给我号码，给我几回片，感谢我的贵。其实老师是这边在骗人的尔啦，其实老师那今年已经67岁啊。所以吼，咱起来名都。有啦。叫名都，啊，无你号码要怎啊？红叫的呀。啊，叫号码，不是要红叫的。哎呦，红叫对啊。哎呀，妈妈叫你叫赶紧叫。没有。六号，六号呀，六号哟，有，六号是像这个唔知什么人点的呀？上君在码头，以前也无讲伊什么人啊。陈金菊呀、啊。我一摆我唱看卖啦，你讲要听我唱啦，啊，这改安尼怎来唱？离别虽然是暂时，谁人会愿意？生离死别最伤悲，忍耐来送你。心爱的，就会记我的等你，等待你，赶紧回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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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出声，笑容送出香，期待你赶紧回这个歌吼，嗯，都好好的歌，啊，甲改歌，台语的，安尼歹唱啊。哦，你们恁，哎，咱的印象就是这条歌是日本改国语歌。啊，无下啦，无改安尼是不是？迄个韵哦，袂使水啦。嗯。啊，咱通常一般人个歌曲是安怎是？歌词先写好。对。哦，啊，再由作曲的人来甲这条歌的姓名啊添落去。哦买官买鸡买鸡买卵买大买细哦，哎，迄个啥？安尼吃嘞？啊，即马你搞迄个歌词，佮摕个即马变成组织的曲，较佮听歌词嘞都无同款啦。较无迄个灵魂。迄个感觉，迄个感觉都无同款啦。所以哦，咱任何一件代志拢有一个顺序啊，有一个顺序。你看，咱人啊，那迄款哩都平时呐，身体无买够，你若看像迄，大行乌白乱叫，白乱叫，食到白送去找啥？你肝都歹。病从口入。真呢，那讲到这肝吼是够恐怖呢。安那讲，真肝那跳钉伊都无药啊，能够变嫩的啊。嗯。哦，哎呀，钉伊到落尾，伊都会变肝癌嘛。肝病三部曲。哦啊，所以咱要讲个真个真恐怖，真敢那一年冬啊吼，一年冬啊，离咱台湾哦，敢那因为肝
肝病来死的，不管是丁爷肝癌的什么啊，什么咯，都只要肝病来死的，啊，一万三千人。这里面没包括带瓜杯哦，是讲翁星期的尔。对，翁星期哦，一万三千人。好可怕、啊！一单哦，那我说你讲算嘿，有诶，一个钟头里面都要几百人，你讲一万三千人，你看爱几个钟头啦？而且是每一年哦，足恐怖的啦，足恐怖的。啊，偏偏就是哦，咱以台湾这个这块土地的人哦，这个肝病那个特别多，较早肝病是十多。诶，肝癌是十大癌症排第一名，是讲咱的政府即马都咧推广，啊，大家即马记一个这个消息好，所以这个肝癌诶，这个死亡排呢，敢那一个第四较没款的。嗯，较早讲叫做什么？较早是甲国病呢。嘿，台湾国民病啊。咱的国民病呢，所以讲这肝这拢万一带着足麻烦的啦，啊，偏偏咱大家拢食，咱为食来讲啦，我也食有点啦。生笋啊啦，哦，好食。菜头龙啊啦，撇、菜啦，咸鱼啊啦，酱粿啊啦，哦，这较早咱拢有食着。拢大拢。啊，以前哦，迄几红的哦，啊，手杀的起来，啊，即马汤匙啊淡啊卡落，啊，即马料伊就生菇啊，生菇咱嘛甲拌拌，啊，得搁食。哦。哎，迄活动你感觉迄咱的肝拢袂坎定啊？哎，我讲啊，我个肝温过啊，用个烧个袂无啊。伊咧困吼。黄曲毒素。黄曲毒素，你会管你落温高温有哪太袂死啦？咱以前咧食高压锅甲食电锅无？以前那吹锅啊，高压锅吼，咱拢会用个下拿电锅拢下拿，因为以前无冰箱嘛，啊用下拿底咧，啊用条绳啊绑咧。中气的无吼，啊，家行去鸟鼠啊，食啊呢，啊，放日头壳顶啊，啊，逐工日行来行去哦，拢无抬头去看，看那生菇啊，啊，咱咧高压锅是毋是拿起来哦，生菇，啊，咱用刀啊劈劈咧，啊，切咧就食啊，还作毒个呢，还作毒啊，啊，甜粿毋是啊，甜粿是哪，生菇，啊，咱就甲洗洗咧哦，啊，甲切落一片一片，啊，粉匀匀的哦，啊，来煎哦。好，我真个 Q 就通，做好食，俺食到唔知啦。嘿，嘛足毒个呢。啊，上唔知嘿食到尾啊，肝拢会伤着。那无像咱大家拢食有着。嘿，拢会伤着肝。啊，那咱这个年岁啊，来六七十岁啊，这个年岁来，大家拢食有着。啊，即卖现代毒素嘛，该怎样？俺即卖现代毒素无同款毒，含较早的迄毒无同款。即卖拢啥？拢一挂化学毒。工业的。哦，工业的化学毒嘛。就这三款。你。黏色的嘛，一件衫骨都色，啊，这拢有冻呢。染剂，啊，我都无吃落呀。我讲听哦，伊也是胃门跟腔内，啊，也是走伊肝内，含咱的肉又高大又无同款。无吃落呢？无吃落，伊也是胃门跟腔啊，走对咱的肝内。吃毒哦！按张伟无讲白菜啊，你搞我讲的话拢落开给医生听。绝对健康。哦，这就是安尼。所以连药膏、抹药膏、抹这抹大药包啊，是你有诶抹香港卡还是什么货？迄拢总有呐，抹针盖油，这拢有冻啊。伤着肝，也是拢胃肝来呐。所以你要看现代，尤其是咱即卖现代人，现代人哦，食好啦，做轻苦啦。哦，以前哦，那个要去做新哦，啊人爱一堆哦，啊等逼住先前孙愈卡少愈侪，甲做工过，即卖免呢。即卖咧挂电话，一台车愈个啊，那一骨碌街电话一工愈了了呢。拢唔免出着力。所以即卖人食好做轻客，哇！即卖即个关键脂肪肝都造出来啊。脂肪肝。你都脂肪肝造出来哦，你都爱欢乐啊，因为咱讲脂肪肝伊唔是，人讲肝包油唔是一定。一点油甲肝包嘞，唔是呢？啊，无嘞，是咱的肝内面的血筋拢脱油呢。哎，会安怎啊？脱到尾啊，都即马就变咱这都发炎嘛，啊来就变肝硬化呢。脂肪肝肝硬化。咱的脂肪肝到落尾，伊肝就硬化呀。这恐怖掉。硬化了后就变肝癌嘛。脂肪肝嘞。哎呀，所以你茫动作小事哈。按张伟在讲的话，你就甲落开。我若有讲一句白贼话，你来找我算账。绝对是健康。你即马去给医生听。看有影无影？爱食甜个脂肪肝，爱食甜啦，啉烧酒个啦，无咧运动个，无咧运动个大苦人啊，年岁有诶代谢歹个啦，糖尿病啦，脂肪肝，哦，咱即拢有脂肪肝啦，啊，暗困个啦，脂肪肝，食外口个，即拢安那，香油，有个人讲，啊，我若无食醋啊，要较会有脂肪肝，食素个人搁颠倒严重，香油呀，因为你食素个介侪饲料啊，迄爱用油无？爱爱嘛。你的菜要炒
用水擦开的价值买，一定要油嘛，油无够伤咸嘛，这我也要煮饭的人我知影嘛，所以你看咱香菇头啥有诶卖，明天爱油无，哎嘛，迄种素嘛，米粉而已，我大家在拢食诶，我大家在拢食，因为我食素嘛，大家在拢都腌菜啦、豆乳啦，啊，关键都香菇啦、苦瓜啦，哦，拢食诶嘛，我大家在拢食诶啦。但是咱啊有咧运动，有咧出汗，有咧流汗，哦啊，咱啊代谢好，哦啊，咱的肝有咧顾，你就免烦恼啊。啊，无，唔过咱老婆说无啊。啊，咱啊不要顾，歹势哦。咱的肝那不要顾，咱的肝伊就会包油。啊，过来一点，咱的肝的细胞唔叮当，伊无多甲你做代谢的工课。哎，肝毒愈积愈多，愈积愈多，到落尾。肝就发炎嘛，啊，伊就甲你吹消啊。问题拢总来，即有前因后果啦。肝病代表啊。伊安尼就是咱头前的即因后边的即个果嘛，所以咱就一定要注意爱细腻啦。曾经我有闹一个换天的妈妈吼，啊，伊就过去较早拢爱做爱啉迄个摇头啊酒啊，哎，啉酒都咧食力啦，伊要爱啉摇头啊酒啊，哎，摇头啊酒还摇头吼。要讲开也无化验啦，啊，就要讲，因讲讲啊，阮这个祖阮，阮的祖先都拢老落来，哦，这骨骨头偌好诶，讲个摇头就骨骨头介好啦，有好无好咱也唔知啦，哦，啊，讲着遐祖先安怎死也唔知啦，因为以前都无多化验，我就甲讲我讲唔忙这绝对忙吃，迄啉落你的肝会歹去，好啦，准做骨头有高着，唔过骨头，你的肝绝对歹去。啊，我是大家拢啉酒。哎，来讲啊，买啦。一人啉阿未了，就送便宜啊！是为虾米？肝就定义啊！肝硬化呀！那巴肚肚的，啊，就送去便宜，甲检查的，哇，肝硬化！发现的时阵已经肝硬化。这就是有个人拢唔知影讲严重性。我去便宜后，大家嘛去讲笑话，互伊笑。伊到底要话拢要讲下，也无人讲话啊！啊，我那你是前面头前伊卖人的你呢？伊肝昏迷啊！我真哩，伊袂啊！有阵时啊，改成讲啊，有阵时啊，都颠倒安尼呢。啊，我着爱搁甲拍卡只片，甲插起来坐咧啊，咪讲话啊，讲好笑安尼。咱明仔咧笑，下再透早就走啊。人也好好，咱明人也好。这紧张。我去到迄个病房，他刚刚破开滴水啦。因为伊哩啊，十外天拢无食饭，拢干滴血呢，啊干掉血呢，破开拢咧滴水。肝硬化，肝硬化，啊，无啥你要看，真老人啊，安尼就足可怜的，首先人足可怜的，卖有迄一天啊，啊，你免烦恼啦，对，哦，要甲肝顾好，迄真简单啦，啊，你但是你若还袂检查，还是讲你有检查，确实你都有脂肪肝，啊，是肝的指数较高，啊，是有肝有较粗啊，对，迄就是咱的家属，咱的老爸老母。本身有肝的问题，你都爱比别人较用心咧顾啊。啊，够肝病，我看你镜头吗？肝好。你爱去治疗吼？啊，你若是讲平常时，哦，我看下暗时啊困，到三更半暝啊，嘴拢会作个打苦地地安尼无吼？这你要注意啊！个人有个人暗时嘛歹困，肝火上升啊，歹困。啊，有啦，较严重啊，目睭搁瞪落呢。啊，作皮。啊，个人就是咱皮肤会痒，痒痒。身躯拢会有个老人型，安尼啊，人啊神叨叨，冷高高。啊，敢那像那种安尼困袂饱眠安尼无？足忝诶！即安尼到落尾，你诶肝要叫定义速度愈紧哦。爱顾哦，你若安尼时，你若无顾，即肝你定义愈紧哦。爱顾肝，足侪人拢唔知即个厉害。你安怎顾肝呢？啊，就真简单啊。好，我讲听，因为我较早做囡仔吼，就捌听老辈咧讲，以前诶皇帝吼，伊就是为着要通关即个江山哦。一个圣皇帝身边的御医啊，就甲讲，你爱先为肝顾好，人才会长血寿。安尼，你才有法度统治这个江山。解毒的器官嘛。啊，以前就是皇帝，伊拢食一种诶，阮咧顾肝诶物件。阮做囡仔，我拢有听老爸咧讲啊。但是迄阵听着过，听着过啊。我打了广播界第三年，我想，哎呦，我做囡仔，我听老爸咧讲。要过关有介好的物件，但是迄落物件拢是山顶买溜溜啦，足珍贵个。咱要讲开，咱一般拢找无。我走找偌久？二十担啊！二十担啊！哦，我两年前我讲十八担啊，啊，今仔日讲了二十担啊嘛。走找二十担，到我找着。好，我唔得讲啊，
真正是在皇天不负苦心人啊，打破铁不灭出地来全部费功夫啦。阮家老婆实在是福气啦，我有我都甲肝顾好啊啦，你免烦恼啦，好唔好？好，来。无牛猪鼻来干保命，身体健康，互你食到175啊！再过来过关解毒。不管你抽什么烟，其实你正不知不觉远离健康。烟害防治法修正七大重点，强化烟害防治管制措施，禁烟年龄自18岁提高到20岁，保护青少年健康。全面禁止电子烟，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为了避免青少年误以为无害或好奇接触，烟品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禁烟场所再扩大，大专院校、幼托场所禁烟外，酒吧、夜店、卫生有独立空调及隔间的吸烟室也都禁烟。为了增加警示效果，烟盒警示图文面积增加为50%。增加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指定烟品及其必要组合元件需经审查通过，为全面禁止电子烟，违法行为加重罚则，民众使用也受罚哟。烟害防治法，保护你我健康。来，真正实在吼，打破铁无觅处，得来全部费功夫。这款较早拢爱有钱人。皇帝靠我多吃，老婆山，咱山农人，咱平民百姓，伫古早时代，即款这食袂着，叫什么物件？叫做山牛黄，来看一下，哦，会安讲的山牛黄啊，山牛黄哦，山牛黄，台湾讲的，恁只有山牛黄名。山牛黄，你多敢离咱会安东家买着了？对，其他都无哦。歹势啊，这个山牛黄哦，这量无济啦哈。因为足珍贵，足珍贵，我跟你讲，一罐1,000块。无啦，1,000多啦。一罐1,000块。伊一罐也卖你1,800，有哪无过分啊？因为伊有行行情，就是1,800块。就是按张辉，唔是安尼啦。阮只老婆说无咧赚啊，我卖你1,800块，我唔拢阿婆讲加钱。一罐1,000，两罐2,000块。我今日赶快我邮单。买两罐，老师送你两罐。送两罐，伊话佫加送一罐。虽然妈妈真贵啊，无邮单啊，但是老师哦，开过钱的，佫加送你一罐。安尼赶快咱的。神奇的款内裤，那个上一条，就上一条神奇内裤哦，赞，高底呀！老师你妈，你是猥亵，你若不想摸，你高。啊，我讲这今天内裤水呀，水唔是安尼呀，这个滚内丝，滚内丝，性感呐！一周上一条，两周上两条。你若穿这条去约会哦，哦，你男朋友最爱给你烫裤。哟，你个裤子穿个好啊！来，赶紧啊，空白。空空空的零五八九，八波五组啊！今仔同款山牛王买一组四罐，搁送一罐啊！五罐又得2,000块。神奇内裤搁加一领啊！200块神奇内裤送给你。来啊，进去了赌哦！啊，北部、中部有哪五组啊？中部啊，啊南部有哪五组？花东平湖有哪五组？安怎20位呐？20位等于靠我通，我加送一领内裤，搁加一罐。一通电话就改变咱的运命。健康。老婆山，乡亲老朋友，电话赶紧甲拍好通。咱个成功。来你好，第一位，喂，你好，老师好，阿英你好，哎哎，我们是关爱台，我的双牛王，双牛红利啊，讲双牛红利的时代啊，来行来，一双是车，价贵呀，这涨能量多，能量能量，啊，老婆算，涨能量嘛，来你好啊，喂，你好，哎，双牛王一组，这双牛王价就大家都额度，来一双是车，那你怎样来考？来，你好，你好，嗨，嗨，哦，这哪有咧高铁英雄哦？嗯，这双龙对你不错。来上双狮子。哦，你知道咱老婆生咯，咱身体愈无好，愈需要双牛红啊。啊，暗时晚困的，有哪拢爱我哈？来，你好，欢迎，欢迎。啊，你食烤面那个哎呀？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关机啦，来，你好。咱高铁英雄绝对爱。双牛红哦，哎，来一双狮子，来，你好，喂。喂，我咪双牛红。赞。一组，两组，两组，能量内裤，来，你双是车，你会当小太娃，哎，你好，我在呢，双股红，我在呢，哥，双股红，来，双是车，哎，你这边你公开不像你个那个那个导，那你好，喂，那一打有接下去吗？来，我双股双是车，武功啊，我听无，那你好，喂，哎，啊，我问你哦，哎，那米干干样子啊？你真袂使讲镜头来上双狮子啊！来，你个喂，
小姐哦，太爽哦，我一爽我讲，一爽我讲啊，谢谢。真好，真兴真好，你一定爱山牛红，尤其你有哪有问题的时阵更加需要。山牛红真好，人拢爱吃。嗯，尤其是咱有会人啊。对。啊，是你即阵哦无熟悉的人，你搁更加需要伊。爱保养好调。哦，这个山牛红，这个物件咱也有对调的哦。你逐工就像咱张员变变叫。哟，我从我咧逐工我逐逐叫咧。来啊，赶紧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来北部个剩三个，北部、中部嘛个三个，中部、南部嘛三位，最后啊，花东平有个三位，最后十二周年，十二周年我二周年。今日你电话靠通，老师给送你一罐哦。啊，咱其实早暗两粒多啦。好，两粒两粒。啊，你老咧食其他产品，那会使咱做一只。好，咱个双股哦，你甲参做一只。如何甜心啦、啊？哦，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啊，那个神奇内裤，你有穿哪无穿的呀、哦？啊，都热难搞啊！今天咧穿哦，较打伤啦。足透气的。啊，穿咧足轻松的啦。足通风的。啊，恁若有去咧交际应酬的人，有咧啉烧酒的人，你一定爱对的。山牛红。山牛红，咱趁钱趁会到，咱较开会到。哦，啊，咱若做事多有看到，甲、买一个互囡仔吃。叫阿囡仔交代，啊，恁翁啊做个啉烧酒的，恁嘛没有恁翁吃。为什么咧？无你唔讲，你烧酒钱会开愈济。无咯，阿廖姐。唔搞你嘛，真正。阿廖啊，拍手拍手拍手啊！阿廖。你好。我叫陈大哥叫我买一套三五哦。嗯。买玫瑰啊嘛吼。拜拜。来，你上来试试。恭喜你，那是陈大姐呀。哎，陈大哥，伊阿拢啊，食完就买，食完就搁买。哎哎，伊阿有过来人咧吃。哎，这有交代。啊，搁倒小包。平平，这个物件哦，咱讲熟悉的，咱的山牛王啊，真的中部练球的啦。嗯。啊，伊的量少啦。对。伊这个物件，这不是咱买，咱有钱就买得到，这全国各地咱会员当然买得到。因为伊足贵耶。阿廖啊。喂。你好。来一双一组来试试啊！哎，好，你唔到你那只哦。来，你好啊。哎，一个。来，一个。来一双出来，一双出来。这干嘛呢？哎，一个，一个。沙姑红。你好。喂，好。我你好。我打电话打卡了。来，沙双啊！来，你好。喂。哎。我一个。来，细双。你好，暖。来，你好，喂，你好。喂，嗨，我买几组？几组来？五双，不能给你报，谢谢啊。等我看到个墙啊，恁买几组？我买两组，安尼。那恁买物件就是安尼啊。你咧广告时阵，唔好问东问西啊。嗯。你若咧暑假要问，你当靠老细手机。你问，你来讲个镜头，讲个去广告，就讲罚金吗？啊，我一块钱都无赚，啊，讲罚金。嗯。啊，做做唔好，做做唔好。系哦啦。对好。来，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再两分钟，再两分钟，来个无啊？再五组啊，无，再五组，五个人听啊。双股红，中南花东朋友安多五位啊。现在要五组，来你个。老师几多？赞，李丽香哦。哎，真正我跟你学了。来八七，来一双试试。是你，真正。我喜欢你起来，我要一组。啊啦，哎，这哪样的？我啊，上今天来考。啊，今天来考清的哦。好好。您安达赢十八的要接你欢啊！哦，你若穿这样内裤，我来烫我熟悉的，用跳拍啪！哎，怕你呀！你用起来袂使啊！哎呦，你唔爱看新闻呢？来，空班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啦！从最后三加一，今年哦，各三加一呀！我讲几句，那个无啊，后厝嘛无去管啊，绝对无去管啊！无啦，啊，咱这个这现代人大家拢爱啦。双股红，啊，咱的囡仔伫外口有咧加减啉，还是讲有咧安尼晚困？啊，走外口食外口，咱拢一定要有对症。啊，是你的工作上哦，比较呢较无好势的，咱双股红一定爱食。系啦，这种爱对调的啊，是讲咱环境较无好的，咱呢做土水的啦，加油站的啦，加油站的啦，清洁队的啦，吼啊，连咱中红的呀，工厂的啦，吼，这种爱啊，双股红哦。来，我要来分吹啦。啊，但是搁剩最后三加一呢。啊，搁三加一啦，啊，赶紧啦，来听啊，喂。牛马红几种？牛马红，我搞三种的牛马红，来一双一双试试啊！你那牛魔黄啊，三牛红啊，三牛黄啊！你是在看看谁？看谁有几个双牛魔王？春山，我替身公主嘞！春山走！哎呦喂！你外面讲？来一双，来一双试试啊！你好，喂，啊，哦，你好，你好，妹，哦，我不会妹你，你没叫大哥，你个叫什么样的感官？
哎，就不爱陪你，就不爱陪你。老师，我帮你接个啦。我这个人做工，安尼就是安尼。哎呐，不是你想买买，人就买。加东西，你该讲，啊，你就讲买买就买买，啊，买买你怎么搁卡？真正有影。来，人我人都未敢用挑摆你。来，你好，喂哦。三位老师。哎，来一双一双，谢谢。王太太。啊，来一双。我以前做人哦，我来讲，我不爱骗人，我不爱去骗人，但是我嘛不爱用搞我小白啊，有人两千块囡仔买也不是总赚的啊，佮对袂，佮无赚哦，讲到迄小白个呢，哎呦，我讲你去找别人，我这个人，我系肯定，我这个个性，唔是啦，咱人是互相尊重的啦，啊，你对我无尊重，我就免信道理啊，你看我这老婆说，我对我好，佮这人对我一二十担啊，咱就对我好。啊！但是偏偏就是出一怪，都唔是咩人精，你讲着话，人讲为平讲出来无？我讲哦，你去找别人。哦，唔是，唔是花钱就是老大。无啦，咱无了心态啦。你含我，你看我节目，含我咧做功课，咱来爱这方面爱怎样变咱修？咱做人就是安尼。按怎个是判性的呢？我什么代志，感情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啊！你看我节目看这久啊，你未感觉看我节目足爽快吗？对咩？好好。我真性情的人，我生气就生气，欢喜就欢喜。啊，老师，你这边生气还是欢喜？该欢喜。哪个？怎么啦？怎么的是咱的经典的鉴赏啊？点一首闽南语老歌《飘浪之路》。
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扶持咱母娘终点照明。咱扶持的时间到了吼，啊，要扶持的人爱赶紧吼，因为咱即卖时间有较晚啊，咱三分钟的时间来扶持。即卖会当卡，咱即卖会当卡吼。你身体若较无好啊，咱啊，都心啊都灵啦吼。爱扶持，除了看医生、食药以外，有哪请阿母和咱做靠山，辛苦的力量。安尼，咱药啊食会行，身体才会健康。母牛给咱保庇。啊，徛起未平安的伯仔囝兄弟啊姊妹，红阿婆做我差的，怎么办？这家差万事兴，这哦，这嘛爱扶持。用因的名来扶持。这家庭较亲像人啊。哦，你若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啊，都哦婚姻有变故。啊，三个框框的要出门，无共事做，怎么办？今麦等于共事做，无人要插人啊！啊，无要紧，一月你一百块钱，有哪共款安怎要帮你处理？哦，无够加开啊！哈，这无够加开啊！这电话赶紧拍互通吼，来你好，喂，嗨，你好，我要向诶，我做啥？好钱啊？不是，保财库，不是，保财库。哦，被工作给你保平啊！啊，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啊！来一算一算，谢谢哈。保财库一捆三百块。来你好。喂，哎，你好，张伟啊，哦，我应酬您借钱啦，哦，我要给阮祖囝甲囝婿保财库，哦，安尼别工作甲恁保平啊，啊，买两一种啥保财库，搁啥，都好吃哦，好味双收啦，哎，对，哦，对，咱的囝儿孙啦，哎，安保娘慈悲甲恁保平啦，吼，啊，一家人命无，哎呦，囡仔大细平安健康，长岁收赚大钱啊，来三双来谢谢吼，啊，你好，喂，喂，你好，哎，我。我咧保贷款，阿个加好钱。哦，好贵双收哈！阿母娘啊，准备甲恁保平啊！哦，你囡仔事事平安健康，长岁收赚大钱啊！哦，来四川，来四川，谢谢哈！来你好，哎你好，我要好钱。哦，母娘准备甲你保平哦吼！嘿，阿你身体健康，长岁收哈！哦，阿来四五山五山，谢谢哈！来你好，哎，哎你好。好，好，谢谢。来，你双击双拍摄，因为你的信号不好了哈。来，你好，喂，你好，张老师哦。哎，你好。我报在课。哦，来报在课了哈，别工作给你保平啊。哎，收现听。啊，你今仔时时平安健康，赚大钱哈。哦。啊，来一双一双，谢谢哈。来，你好。哎，大你好。哎。我买迄个，我进前少年的时候，我有提过金啦。我讲听，你私底下打电话给我哈。哦，好，谢谢哈，书底下卡点好啊。你们好钱，看要好钱呢，三个月三百块，还是要六个月六百块，通通可以哦。是啦，咱那一月你那个一百，那个好钱一月你一百块银呢？就刚刚三块外银。啊，咱那个保债款吼，伊个一款一月是三百块啦。对，安尼安怎吼？哦，怎样？啊，你那是讲哦，啊，咱都。好钱三个月，保在好一分三百，安怎两百块？福慧双收啦！开福慧双收要开两百块。现在现在，原因就是出的老师是完全无收任何费用的。无啦无啦，来你好喂。哎，老师啊。哎，美珍。哎，甲我接到迄个。好来三双来，谢谢啊。来你好喂。喂。哎，你好。请问一下哦，哎，我那个我有寄过去的啊，怎么没有名字？我讲听哦，你有收到单的一定有名，但是我这名不是你要走几年当天的呢？我名的可能要走在咧一礼拜四十天了后，我就忘记伫中间了。你是好奇的吗？哦，啊是在讲的。好奇加大白。来细算细算哈，来你好喂，喂，哎你好，张辉阳，哎你好嘿，哎你好，嗨，哎，安娜，我咧保在国要搞你搞个保在。哦，别工作给恁保平啊。我囡仔事事平安健康，赚大钱哈！来五双来谢谢吼。咱咧走马灯吼，唔是讲啊，我报一个月，伊哩才走一个月，唔是啦。无啦，安尼你永远看袂着你的名，因为伤侪人啊。因为咱这你那是像进保在口，我也是好奇，我明仔你就看会着啊。对。啊，看会着你一礼拜后开收到单，等你收到单了后，可能差不多搁剩一礼拜，这名就无啊。搁过去等那边啊。就过离咱中间啊。伫这边遮。因为咱个搁有新的报类啊。逐工拢有新的。这招买顶个最主要用意就是要你看我名，甲你拍了对唔对啦？有。因为这要落锁门的是安尼尔。那我就遮改。恁会收到单就是一定有名，无名你无单人收啦吼。是同步的啊。来，安尼做功课啊。啊，地加湿地爱包好。大家都饿了，大家都称赞。今嘛有这家己的地哦，啊，林林的，大家暗时好困，啊，摇大白，啊，讲今嘛放日也未起泡。咱讲属实的哦，这啦，日后咱规身躯规个，咧，无爱电的，弄个白白哦，掉哦，人天生起来，
这组加持地，加持地真正学到的，来，咱做功课。主席，张伟，你再来恭请咱母娘慈悲主公菩萨来干保庇哈。在咱这个洪山区保安局街286号五张干小吴有旭、吴冠伟、吴允伦，再来是中间平高楼45米，咱的张无南。文山区兴隆路2段220巷31弄68号1楼李存杰。板桥区双十路3段18巷107号5楼李严冠仪，大园区桃25巷道118-1号，咱的沙仑优酷，台中的南区合作街390号陈义庭，过来就是咱的七堵区实践路65号王建地，永康区中号路76巷。63弄28号4楼齐家伟，前镇区草鞋里，咱的国光路48号7楼林家牡丹，而且恭请母娘慈悲跟保佑，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啊！那么咱家有真侪个跟母娘通电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吼。宋美惠、张爱珠、林淑婉、林明义、潘义雄。温美少、柯一和、潘冰聪、老辉雄、陈银莲、黄爷、苏林玉琴、林慧珠、王静伟、吕国谭、黄美玲、陈张玉珍、黄俊忠、黄思涵、李静怡、李玉威。老何梅、李定国、桂素芬、洪星仪、周坤宏、颜州梅子、齐彩仪啊吼，姚定伟、姚进旺、姚家荣、姚启源、林文雄、郝美莲、廖东发、廖玉兴、王富美、陈美兴、李树红、李英安、林庄雄。咱代理台中市代理林家立代祖先，台中市南区叶家祖先黄氏哦，而且恭请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跟保庇哈。我哋当政府小嘅实在应收真多，公明朝联通 TV 开通，弘扬法界嘅圣雄，财源广进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气充满。咱今日来进行到咱嘅智慧东西。手把青衣插满殿，低头便见水中天。如今清净风为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时间的关系，咱即马直接就延续咱昨昏的话题啦吼。咱讲到着呢，你会当有安尼性格，会当安尼来认知，自然就会奋发努力来精进啦。为什么？因为有大利益啊，有大收养啊，你会比平常时加倍更加精进，因为心需求着这大圆满。大自在，大解脱，你自然就会清净。世间的名门利用，五欲六尘，自然就会卸得了干干净净啦。所以你深深会当通达明了，这所有物件是咱的障碍。障碍了，你就菩提大道啦。障碍了，你的这个明心见性；障碍了呢，这个大开眼界。所以只要有适合的执着，这个叫做麻烦啊。精进什么叫精进？看破放下，断恶修身。所以爱你这个所在，真正来下这个功夫啊。
啊，那四念处观就是咱的智慧，确确实实会当明了无常苦空，观心不净，观修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无常苦空，这个是世间嘛。不但六道是安尼，十法界也无例外呢。所以，处对着这六道十法界无丝毫的贪恋，就亲像咱的诸佛菩萨示现随缘度日同款啊。顺境也好，哦，真好；逆境也好，哦，顺境放下你的贪爱，逆境放下着你的嗔恚啦。按伊就当放定下了着。这个是伊明白了事实真相，伊看破，所以会当来放定下。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当来断恶修善，凡是利益家己的，拢总是恶的啦。为什么？为着要增长着五尽嘛，增长着贪嗔痴慢嘛，这决定就是恶啊。凡是利益众生的，那叫做善啊。哦，这就是我逐天咧讲的，处处要替人想。哦，处处都是按替人想，这是善恶的标准。所以修道人绝对不求自利，哦，拢总是念念来利益众生。所以咱今日修行为了众生，为众生做修行的一个榜样。咱今日行佛道也是为众生，行佛道了后，佫会当广度一切众生啊。所以呢，咱修行正果唔是为家己，修行正果是为了。就出不了，就咧六位家己就出不了，就这六道轮回啊！因为六道轮回就是这个我嘛，这个我，这个念头变现出来。咱人咧看金刚经都讲五见，五见不破，要安怎来超越着这轮回？所以咱咧无始劫以来严重的执着五执五见，想要放下都放不下。咱的起心动念还有一个我，这属实麻烦啊，这代志真麻烦。所以我这无破，你出不了的轮回，进不了的性格啊！这个性格是咱小乘殊多行，但行初修的菩萨。所以咱今仔想要真正来有成就，无你这个所在下功夫，哪会使进？所以应该要如何来下这个功夫？过去较早李炳南老居士又教咱爱换心啦，换心就是讲改变咱的念头啦。过去咱的起心动念，拢总是为着咱家己，为着这个我嘛。即阵咱的起心动念，哪会为别人？把这个念头转过来，就是换心啊嘛。对这所在的下手，咱的起心动念，决定袂使为家己想，爱为一切众生来伫咧设想啊。按张辉达当拢是拢做这个工课，哦，是能力有限啊，都拢尽量做。如果咱今仔日唔肯安尼做，那么这世人就脱离。脱离未开到咱这个轮回啊！要脱离轮回就难啊啦！哦，想要来教化众生就更加困难。好个在，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建立着西方净土啊！咱自私自利的念头那无消，要安怎往生？所以咱今仔念佛为咱家己也当往生嘛。所以咱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拢赞叹念佛法门。这个我若无改，放我袂记一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生到就翻成东西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后，这个我都爱放下啦，我想我见拢无啊，这样当提升到就方便有余土，所以这净土法门特别方便啊，所以称为叫做特别法门啊。那是修其他法门，绝对无到安尼成就啊，这道理咱一定爱捌啦吼。时间的关系，今仔讲我做个啥，咱这么做回向，张伟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往正啊，咱个第一盘开，这东西三嘴五嘴甲吞，未做得完全爱个一路吞一嘴，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这么难看在哪里？这么看啥在里面？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斑斑祸患似水消。佛愿无名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高雄王太太的文歌，望天草，望天草。
Thank you.